理想，我们说咱们说中国大陆电动车新创品牌有魏小李三个，蔚来、小鹏跟理想，今天就是来看理想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些理想去做一些发想。那你今天得到了什么理想？我们今天的理想是 L6， 这是一个车长大概4.9米的一台中大型的休旅车，然后它的轴距很长哦，2.92米，对，其实是相当的大，但是它目前的座椅配置就是有两座版的，有四座版的跟五座版的，主打是一个比较高规豪华的路线。它的动力配置呢是一个增程式的电动车，纯电里程呢大概200多公里吧，可是它如果加了油进去，它就可以跑了1390公里，然后零百加速只有5.4秒就可以完成哦。可是我觉得它蛮有趣的地方是，一般来说我们的萤幕啊，可能会做个三萤幕或者是再加一个 HUD， 可是它的大萤幕呢全部都给了乘客坐。这台呢应该是所谓的五座配置啦，有四驱的恒温空调啊，下面有看起来那个应该是个电冰箱的，它的后座座椅呢也有电动调整功能。那这个是舒适头枕，是五座的配置，它有座椅加热，然后电动的椅背调整，所以应该也是可以后座取向的一台车，然后国领化的底板就 OK 啦。